快点去爬，来，那给顶住，爬，你看，叫我把它顶住就好，它要爬才行啊！你看它，快去，快点去拿回来，宝宝，拿回来，快点去拿回来，回来。你看它的注意力点都不集中。这里啊，你不是要拿这个吗？这个你看，猫头鹰，你看猫头鹰好漂亮的，快点去拿，去拿那里，那里。去哪？那里，那妈妈收收东西了。哎呀，自己想办法吧。你看，往后退了呢。去哪吧？妈妈收衣服了啊，收衣衣了。回来确实有那么久了哈。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就要回四川了。现在这里收一下东西，等一下回家。然后再从镇上面直接上高速，把东西收一下去。妈妈也没办法呀，妈妈也没办法呀，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让他行动起来了。往前，加油！好，小青蛙，上前，跳啊，上前跳。走喂，宝贝哎，爬嘛！真的有没有直接不爬就走路的？我这个小家伙就是他宁愿站着都不爬的那种，很烦。啊，不说你妈妈，不说你妈妈，笨蛋是不是？耶，我也不知道耶。360度都能转，唯独不会往前。小船划呀划，划呀划，划呀划，划不动。来自由游，我们自由游啊！自由游了，我们回家家了，是不是啊？煮了点白粥给他吃。喂，认真点啊！还喝不喝嘛？不喝就放一边去，吃喝粥了我们，吃粥了啊！想不想爷爷？想不想奶奶？啊？想不想？爷爷奶奶可想你了不？来吃猫来。啊。想不想爷爷奶奶？我们出来啦，是不是？出来了，好好玩，开开心心回家，对不对？我们回外婆家已经有一个月了吧？你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见到你爷爷奶奶，那不，妈呀，天天吃点东西，真的是斗智斗勇呢。所有出的玩可。上龙宝洞啊，龙宝洞服务区。不是啊，服务区在哪？贵州是哪里？贵州啊。贵州好冷啊，今天又下大雨。那没办法，又下雨又下又冰雹。我们现在在服务区这里，来吃点东西先，饿了。我看一下阿乐去点了什么东西。你去吧。吃点啥？就因为这贵，所以说要把它吃完，不要说难吃，应该好吃。但是这个服务区的生意好哦，服务区的生意好。
不要吃啊！他这个是司机之家，一般货车什么之类，在这里可以洗澡，可以睡觉了，知道吗？也可以吃饭、吃面啥的有。还有700多公里就到了，你还睡觉，真的是。还有700多公里啊！600公里啊！600多公里啊！620。620，那就是啊，真的是，几个小时就到了。流口水了，这小的。怎么啦？怎么？东看西看，没有一个认识的，是不是？这不是在家里面啦，我们还在路上，还没到家。我就问你好意思吗？啊，你看我的。你好意思吗？我才问你。光盘行动。我才该。我说左边那个，你看看我的，看看你的。啊，把这个也干了。嗯。不要，我已经饱了。这个是那个金门牛肉面，很好吃。哦，不。吃豆香怎么用给你吃又不吃啊？哎，打打啊，等一下回去先，到家先再打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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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堵啊！你是在等着我们来的，还是刚刚起床？我在这个我厨房住宿过一天，有点声音，我听到一下，我听到车子在响了，我一去，我给你们住口，下了下水都有点弄弄开了。哎呦，堵车堵得恼火，真是啊，烦得很。到家了啊，到家了。姐妈妈到。姐姐，他们你们坐车坐累了。先玩好休息。